大家好，我是麦思晴。今日五月六号开始，由我在星宇同大家讲下每日的星座运程。即刻公布下今日的幸运星先，就是处女座啦。你哋的幸运指数咧就排第一，带粉水晶咧有助提升魅力。近年同老公王浩信关系扑朔迷离的陈志尧，正正咧就是处女座啦。早前佢 like 咗网友留言问的单身了，而且默认咗离婚。虽然他拒绝回应事件，不过心情依然没有受影响，还不时大派福利。网友都大赞他越来越索，但都没有被转移视线，依然很关心他的感情事。既然星座运程话 Yoyo 咁好彩，那不如就趁今日带埋粉水晶同老公拍下拖，一起放下闪，那咪大家都放心晒咯。巨蟹座的朋友心情都好靓，仲好有口福添，但食好嘢都要适可而止啊。Yoyo 老公王浩信原来咁啱就是巨蟹座啦，咁睇嚟今日真是两公婆拍拖的好时机。不过就要留意不要吃太多东西，如果不是又会好像之前那样被内地网友说你发福的啦。继我说两公婆一起做下运动，那就最啱数啦。做艺人的身材管理好紧要的嘛。夫妻的世界就不是第三者那么可以窥探到的，不过 IQ 题就非常公开透明了。小明被困在一间没有窗口的房间，他怎样大力拉都拉不到逃生门，最后他依然可以逃离到房间，为什么呢？快点想想。因为道门是推开的嘛，拉就冇用啦，小明一推咪开到咯。大家都要记住呢个求生技巧啦。听日星宇再见。